后就多久的行程而已，我们带一个这么大的行李箱跟这个，好可怕。哇哦，这次行程是一个为期快要一周的旅行 ，Vegas。嗨，狗狗，嗨，小狼，嗨。因为我们遇到感恩节，然后又去 Outlet， 然后还有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， 然后会以我们的视角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去一些大家觉得不是很有名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就是想去，那就一起看下去。不觉得很像雪花牛吗？难怪雪花牛叫雪花牛。It's a single cheeseburger and two fries. Double double. Yes, a double double. Yes. Thank you. Can I get you anything else? That's it. All right, thank you. Thank you.宝贝，哇！你看前面，这就很像绿幕，我一直觉得好像绿幕，因为我们知识太浅薄了，没有看过这种东西，所以觉得很厉害。我现在就很像阿汤哥在骑摩托车一样，怎么办呢？井底之蛙耶，蛙，夸，井底之蛙，蛙，呱呱。宝贝，来啊，走喽，走喽！嘣嘣嘣嘣！这是反走过壁留下痕迹。OK， OK， 变了，大变。我想想过来吗？想过来吗？打卡，我们现在要赶行程了。好，走。没有预期它里面有一只木乃伊，有点吓到。我们坐在第二排，超近，所以它在穿浴袍。我要拍你穿完是不是？不用了。哇，终于一番折腾，它终于穿上它的雨衣了。我把浴袍好。看它是个会穿雨衣的人类。这就是我们的房间，接下来进行开灯的仪式，还有这个立灯，漂亮。有两张床，讲完了忙碌，我们来看一下厕所。哇哦，就是很标准的两个洗手台跟干湿分离，还有一个浴缸，完美。想要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会度过完美的两天晚上的，我也这样觉得。不真的 mini bar， 不是整，这不是整，这是付费的 mini bar。Oh my god， 这个 mini bar， 赞吧，充沛耶！他就知道你在这里会 have a good night， 所以就是帮你准备好，让你很想花钱买。对，你扫了 QR code 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我还是挪动一下我的 fat ass 好了。看你那个眼神就是一只呱呱。OK， 电话记一下，是我们住的地方。好大哦！
又白。红色跟黑色，黑色好。OK, go. 加一块变两块，加油！赚了一块，赚钱了。赌徒心态，越塞越多钱。我们兔兔要把我失去的十块钱赚回来，想好压什么了吗？压了一个黑色啊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去完那个霓虹博物馆，带你去 West Bay 看一下。好，猫王就住在里面。完美姿势，再来一次。对对对，对，很棒很棒，很好哦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，很棒，完美姿势。在谁间大马街？Hello， 你不能进去，宝贝。宝贝，小狼在中午的野餐。嗯，对，在喝上的野餐。早午餐，早午餐，谢谢小狼了。两杯热拉杯的燕麦奶拿铁，这样投了多少？我忘记。一个火鸡火腿起司蛋堡，跟一个你吃什么？香肠起司蛋堡。这样加起来$22美金。什么蛋堡？二，其实还好啊。24块多是5块多。在台湾好像也差不多哎，那这样应该也要再便宜一点的，可以100块多，差不多。我们现在在 Red Rock 国家公园，是国家公园吗？总之，这里的石头呢，就是红口。然后旁边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仙人掌了，哇哦，就开始一直出现不一样的植物，觉得这一路走来是蛮特别的，不觉得吗？走吧走吧，我想说要拍照，被骗了一个大的，太开心了，第一集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我刚本来想说要去麦当劳博物馆，然后麦当劳博物馆5点就关了，然后看过去的时候大概5点50分，对。也没得去到我的麦当劳博物馆，跟我霓虹博物馆也没有去到，所以我就是要带着遗憾离开 Vegas。你连那个西门饭店，对，我一直很想去 Westgate， 然后也没有去到。我连跟 Casino 合照一张也没有。你知道，其实刚刚那个保护区啊，也没有真正进去，我们是沿着外围这样开的，所以其实你什么都没看到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Vegas。我后来发现这里住房间很便宜。我住2个晚上才花了$124哎，2个晚上124，对啦，太便宜了吧？我一直听成1个晚上124，我想说哦，这很正常，因为毕竟我们住那个汽车旅馆，1个晚上也是100多块钱。我觉得很多消费基本上比你住还要贵，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活着离开的。拜拜了 ，Vegas， 走。